最令人失望的导演是我一个好兄弟啊，我知道为什么我站在这儿，王宝强，大闹天竺。这是我们金扫帚颁奖典礼到现在九年来第一次有一线的演员直面这个奖项啊。虽然我也知道这个金扫帚它不是一个很光彩的这样一个奖项，大家也都知道，但是呢它可以鞭策你进步。为什么说我自己今年我必须我要亲自来接受大家的批评，我觉得是因为我爱电影，我尊重电影，我尊重观众，尊重在座的前辈们，电影界的，所以说我自己必须一定要亲自来聊。但是我第一次当导演也确实是欠缺经验啊，第一次当了确实欠缺经验，有很多这些自己也知道不足的地方啊。那我觉得我相信这个经过自己未来的努力不断的学习啊，我相信自己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导演。我也挺感谢这个就是金扫把他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向观众说声对不起。零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